我们网络电视观众朋友，海内外乡亲时代，咱即马倒转来了，由王刚吴国安老师，咱共同过来探讨咱拄只迄个话题，讲科比咧讲诶，讲啊，殖民地较发展诶，即个吼，咱来啊论一下安尼。歹势，我拄只吼话讲了伤济，爱听爱听迄落老师诶话啦，对啦。无啦，结果我唱会讲。科比都有道歉了嘛？科比都讲有讲伊讲唔对啊，所以即马。科比不是说殖民地会较发展，不是啊，伊若来讲安尼，我安尼讲唔对，所以咧殖民地会较未发展啦。哦，那讲唔对就是倒反。系啊。啊，即摆你讲吼，当然是殖民地会较发展，较迄个是以经济来讲，吼。嗯。以经济来讲，经济你若讲，譬如讲，即摆若要食头路的吼，若要食头路。啊，就咧大间工厂，嗯，大间个公司薪水嘛较济啊，对啊，差不多你同款嘛，你去我就较大国，我就较用个国，啊，就赚较济钱啊，你赚较济钱啦，唔是你转变社长，嗯，哦，你嘛是奴才，嗯，好，啊，即摆咱现在即政治个问题、社会经济问题吼，即问题较济，咱袂咧就语言个问题来讲点吼，嗯，确实。国民党伫国民党来台湾了，这不是国民党来台湾咯，是战后我的资料，我看到资料了吼。嗯。是战后台湾已经决定要要和陈仪来接，来管啦，托管啦吼。代管嘿。迄阵啊，南京政府吼，遐讲迄年嘞，对不对？嗯。日本投降迄年啊，南京政府就制定一个台湾的迄落。国际适应法，嗯，要甲台湾安怎推行国际？嗯，啊，咱咧想到即句话咧，是中国在当时无国际这个问题，嗯，无国际这个问题，嗯。顶日我有一个朋友吼，嗯，传给我，吼，嗯，问我讲，啊，你不是讲要告国民党政府？嗯，我讲要告遐，哦，我影我是捌安尼想，告国民党政府，嗯。迫害母语，嗯，将咱的母语迫害掉，嘿，对。啊，所以你爱负责，你既然你共破坏啊，像讲，甲咱拆篱笆，篱笆甲咱拆倒啊，你爱去甲上无，你爱甲围一个篱笆起来，吼。咱古早话讲，拆两个篱笆，形成一个墙啊，吼。哦，你免你形成墙啊，墙啊是暗土空的嘛。嗯。哦，你原在做一个篱笆好啊就好。嘿。啊，即摆台语若要福建这个台语吼，国校教育啥物都爱用资源。嗯、你政府要偏离这个资源，要偏离这个资源，甲无去恢复。嗯，无你有这个责任吗？嗯，我是讲，那对国民党政府要甲告是要求安尼对啦。嗯，啊，为什么咱有这个立场通来告呢？嗯，因为伊到现在为止，是台湾的，所以国语政策，嗯，无合法，无法律基础，嗯，无法律基础。到今仔日还无法律基础，嗯，只是伊政府，吼，伊政府片面讲，我安尼，伊政府，我这个就是国语，嘿，伊政府片面来讲，啊，你大陆拢别个教拢袂使讲话，啊，我就免讲话安尼，嘿，所以这是无合法的，嘿，是无合法的，哦，所以咱无误解讲是，真个是伊走来这个台湾迄阵啊，才迫害台语。不是，伊还未来，人还未来，发连最恶恶地啊！伊是南京，就迄个，我看到发连是安尼吼。你看到发连，我歹势，我一个下句袂轮来扫，一个插出去。我看到一本这个邱永汉、邱永汉，老先辈写的吼。伊迄阵啊，因讲要来进前哦，伊是预防啊，伊讲伊将台湾人看作啥，看作是迄个倭寇的余孽啦，讲咱是互日本人统治过吼，讲咱遮的语言也好啦，生活习惯种种吼，种族也好吼，拢总是日本人的，所以讲吼，伊要将咱这个台湾人哦，要甲伊扭转吼，要给他洗脑，甲伊扭转过来，完全符合因的通知啦，我有看到这个。嗯，那是可能下立场啦。系啦。我的立场我唔是安尼想。哦，唔是啦，那是一下子来讲中国迄阵啊，因要来，要未来就制定各种的法律啦。那是我在我的想是安尼。嘿。因为
不能安怎，全世界人来看。嗯。战后迄阵啊，吼，日本投降迄阵啊，台湾甲中国本土，嗯，吼，诶，文化差，嗯，经济差，嗯。最少中国落后台湾30年、50年。嗯，对啊。所以伊这个无定无定要个收这个、嗯、收这个囝回去，嘿，哦，收这个回去，这个囝回去吼，准讲是伊的囝啦吼，咱这么囝是罔讲啦吼，准讲是伊的囝来讲，这个囝是受过各行，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个囝啊，嘿，啊这囝回去伊嘛有学问，有遐甲咱真便啦。只要甲伊讲北京，你就无法度。佮今日你讲看啦，今日甲我讲北京，参你甲你小妹，我袂输你啊。对啊，绝对输你啦。对啊，绝对袂输你。所以，这个问题就是吼，压你的人格，压你的人格观，嗯，将你的人格观甲你压掉，嗯，互你无发言的余地，就无法充分表达你。讲袂赢人啦，你小妹都袂输啊，是啊，莫佮讲嘿。啊，所以安尼，伊就容易甲你。给你通知，嗯，啊！但那这个已经过去啊，过去啊，嗯，啊！咱怎么讲？吼，过去，过去，咁要何解？吼，哦，嗯，啊！何解是咱赞成，但是安怎何解？何解是讲，譬如讲啊，我和你讲一个同坐起卡，啊！何解全我摆卡安尼就好啊？嗯，咁啊咧，啊！就何解啊？啊！你无算何解？啊！你无算何解啊？哦，何解就好啊。何解你这个篱笆甲弄倒？你塞车篱笆甲弄倒啊？何解好啊？何解你篱笆甲创起啊？咁是安尼？嗯，哦，咱的迄个。啊，不过伊就讲啊，倒去就倒去，啊，无你要安怎？对啊，问题就是讲。即摆感情，国民党伊就是摆出来了啊，啊，就安尼啊。唔是，嗯，即摆是咱，唔是伊。嗯。吼，哦，是咱的立场。嗯。咱的立场吼，咱就讲迄阵啊，党外吼。嗯。民进党当咧党外运动的时阵啊，吼，街头运动的时阵，我捌有一个读者，日本的读者新闻，嗯，派一北京的特派员，嗯，来台湾，带更新文教基金会，嗯，开一个演讲会，嗯，开台第一摆，嗯，去听演讲爱钱的，嗯嗯嗯，伊啊，迄个记者来。300块买门票，听伊演讲啊。代票吗？对啊。哦，卡是呢，哪会遐贵？无遐贵，迄阵都无人安尼，叫人来听，人都无爱来听。嘿嘿啊！好，爱300块去啊！啊，我拿300块去听，结果规间满满。嗯。迄个记者讲，好，伊想无到，台湾人有安尼这么热情，哦，要听人讲话安尼对啊。对，嘿。伊讲一句话啦，我即摆会记咧。嗯，伊讲，遮尼热情要听人讲话，嗯，要听人讲话，嗯，伊讲台湾人啊，你即摆就爱改，嗯，改讲我要讲话，嗯，我要甲你讲，我要爱安怎，我要爱安怎，我爱甲你讲，哎，台湾人改咧，这30年前个代志呢，当个日本人就爱咧讲啊，讲台湾人就爱大声讲，我要爱安怎。但是咱台湾人，就互人统治到变阮牛仔囝，有啥物物件拢吞落去。所以，台语甲即马即个安尼，咱拍拼啊，足侪人安尼拍拼安尼吼，是真困难，袂当得到社会资源吼。你甲你加害的人，继续咧甲你加害。嗯。哦，加害继续咧甲你加害。你是讲啊？你也无讲，你也无讲要叫安怎？啊，所以讲讲吼，台语不能你会晓讲台语，袂晓讲台语吼。你就要知道說這是我們的資源，嗯，這是我們的祖先，嗯，哦，我們的文化，我們的權利，啊，我們要要求說跟我們復原，哦，嗯，啊，現在來說一個回頭回來說一個殖民地的事情，哦，嗯，我們在我們台灣現在也是有殖民地的，嗯，有啊，都是殖民地，四国拢，我感觉四国拢是殖民地啊。唔是啦，即摆咱是讲台湾几乎是国民党的殖民地，但是即摆国民党看办事，伊也徛袂住啊吼。伊徛袂住，伊要搁叫中国人来才殖民啊。唔是啊，吼，哦，迄是阿咧讲闽南台湾人的啦。嗯，咱即摆刚才讲咧，今日台湾内底，其实我蛮想来讲，下港是毋是台北的殖民地啦？嗯，敢若有迄落气氛啦，哦，资源拢啊，遮顶悬台北，剩迄搭搬落去安尼。
对哇、啊，啊，不是讲咱，你的子孙、嗯，你的迄落吼，啊，怎教育，安尼计较，安尼欠长内都，互伊去读册，读到博士，嘛是看来台北这。对啊，来台北上班啊。上班。讲什么好康的拢不讲。看什么好康无安尼吼，啊，就伊这个伊这个观点啊，啊放下台语呢，放下母语啊，客家人放下也母语啊，来个台北来讲北语啊，对啊，啊，这敢不是一种失眠？嗯，对、哦，我是讲另类的殖民地，哎、对，是嘛是一种殖民啦吼。啊，要拍开这个殖民，现在直接的手段啦，就是讲母语。嗯，你回归你的母语，日本吼，日本即卖自民党诶，中国讲第二八交易吼，第二卡梅，这个。这个人啦吼，变成要选，比如选总理吼，啊，即马压袂掉，啊，伊无掉了对啦，即算第二卡的。即个即马是日本的内阁，日本设置了什么呢？设置地方创新首相啦。创新相的对啦。部长，地方创新啊，因为地方，地方，创开创的创，创新，创生。创生，哎，创生产的生，创新部长，哦，创造生产，对，创新部，创新部，创造生产，就是讲要甲地方吼，动起来，唔通个地方一直立落，啊，干来首都一直管起来，咱台湾的首都一直管起来，伊就是咱只会讲迄落乡村的平衡啦。市内甲乡村的迄落城乡平衡。平衡爱创新，创造，创造生产，吼，爱创造啥物事对啦吼。创造迄个价值啦，价值起来，乡村的价值凸显出来，才会当甲城市吼落去平衡啦。啊，伊就是要找一个这个有法度将这个市外只个甲建立有路用的，甲会当甲。甲这个城内会当平行的人，啊，所以其实创新内底伊上注重的应该是啥物呢？就是文化。地方有地方的文化，这文化才有伊地方的特殊。这文化拢寄伫内底，寄是语言内底。对。无迄个语言，都迄个文化无去啊。你若北京语言，一定是北京语文化。对。所以你若台湾诶，既然台湾内底吼，咱母语啦无法度复兴起来吼。地方创新的民国，你一直到变讲是台北这个讲啊天龙国的一个准殖民地啊，准殖民地去变哪里啊？你所有一切生产拢是看住这都市，为着要让强基这都市，为着要建基这都市。就是讲咱城的人，精密人吼，精密送到都市，让都市、让台北城的人吃，税金交台北市人用。什么拢好康的拢伫台北市安尼。对哇，啊虽然你讲啊，我着为着我咧感冒吼，种较水咧，啊柳丁种较水咧，我嘛卖台北赚较侪钱啊。但是究竟你着是恐惧台北，参因摆殖民地共款，因摆殖民地咱嘛台湾的红来米啊，正常啊摕日本去。对啊对啊。当然日本嘛无白白甲你摕啊，较俗甲你买尔嘛。这就是殖民地种经济形态吧。所以这地方有法度创新。只有靠地方文化，就是靠咱这个母语，靠母语存在。母语若无存在，迄个物件无去。你看日本足侪地区，啥物奥马朱里吼，有无？奥马朱里好啊，全世界人来行来创啥？啊，伊就是要一人得到利益。不过日本人因唔免烦恼讲，都爱讲母语的代志啊，因的语言拢是日本语言啊。不对。日本人现在咧讲啊，这日本人咱咧讲啊，这日本人叫做漂顺语。这伊各地，我那有各地人的母语伫咧。日本话啦话咧。过来就是咧讲迄个，比如咧讲，即摆咱甲中国迄个观光客啦吼。中国观光客为什么拢台北开这个飞机场，互伊都啊，互方便的，是讲互为台北来。对。日本你啊，日本顶过你也发表啊。日本开放予中国人，某一部分的中国人，或者落地签证，会当去，唔是落地签证啦，讲一摆签，会使讲咱在讲多处签证就对啦。开放予一种中国人。什么款中国人呢？第一，
伊有偌济收入以上，偌济收入以上，吼，这是个基本条件。有购买能力啦。哎，过来嘞，过一项，这项非常重要。有去北海道、琉球、四国，佚佗过的人，北海道、琉球、四国佚佗过的人，你不是都来我东京京都啊？对啊，伊不是集中伫个一个什么所在嘛？伊都爱分散去。伊顶多甲你讲嘞，讲譬如咱台湾讲，你来台湾吼，有去屏东，还是有去云林关，还是去花莲、台东安尼？去遐吼，一人我才互你签证，多处签证。哦，该你有台通签证，你若干那来就来台北。你干那来东京佚佗佗的？我来东京，这唔免，这无。哦，这个是要引导迄旅游去为地方去，地方的文化，伊迄观光去，或者才看到咱台湾地方的文化。但咱台湾拢无咧做安尼，咱台湾较看来台北，来把飞机坐咧来上山机场。坐咧来，就上山机场。游览车因家己中国过来开的一条边嘛，游览车坐咧故宫。故宫，迄落就再去对啊，大旅社，旅社因中国人来遮开的旅社。即马带去买什么物件？个迄个物件，个是中国人来开的。规个就安尼，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。去到地就买药，就安尼一抓，安尼搁等于所以安尼的时候，对咱台湾杀伤力真强。利益无迄绝对的好吼。过来对台其实中国讲过去嘛，足古怪嘞。咱出国去了，咧看别人个，也是走去看家己个，走来台湾看印度个，故宫了中国个，故宫中国还要看。本来伊个爱是互蒋介石啊，因偷体夹过来。是讲嘛，是不是个？我捌一摆吼，差人去新加坡啦吼，新加坡早餐啦吼，导游问讲要食啥物啊？有一团三十个，内底吼。差不多二十几个讲，要食糜配韭菜。我想古怪咧，要食糜配韭菜，你要到台湾食就好，你再走来新加坡。咱就嘛有这款。啊，就等于无出国啊，有出国等于无出国啊。哦，走去日本啊，问要食，我食拉面。台湾无拉面呢。食中国面啊，吼。要食中国料理，这古怪啊，咱这款文化就较古怪对啦。你讲出国去咧，叫你看伊遐有较奇卡的无？对啊，食无同款的。咱都买起的吼，你甲试看卖咧。看迄条甲咱无同的，甲咱故乡无同的，比较看卖咧，应该是安尼吼。事实来讲吼，无得个来中国人来台湾想要看遐，你都无甲安排互伊看，伊嘛毋知要去倒看。对啊。这，所以讲，咱安尼讲起来，对无？这所有内底的代志，像你不能共款，拢是语言内底。你语言无去，那无多啊。对啊，对啊。过来那个，从顶日啦吼，顶日咱有直接有讲迄个巨蛋的代志啦吼。对啊。即马发布出来，要笑死人。你这发布出来，我听着都准备起鸡毛皮啊。发布出来，讲我这大。大孤单啦吼，大孤单吼，啊高雄迄个小孤单啦吼，结果嘛是有真侪人，毋是干那你尔，真侪人讲迄拢听无啦吼，咱即摆只咧讲即个代志啦吼。咱顶工就讲大浪甲小浪。即讲即个代志啦，其实即个巨蛋吼，台湾老早就有啊啦，嘉义啊，嘉义沿河街一个体育场就是巨蛋啊，就是。圆的圆顶啊，家己较早迄度有啊，但是号做体育场，迄号做体育场啊，迄度唔是卵，迄度无只鸡蛋啊，台北咧火嫁嫁咧鸡蛋，即个北京伊即个大鸡蛋本身就做矛盾的啦，大就是巨嘛，巨就是大嘛，那也叫大鸡蛋，鸡蛋的鸡蛋和个大鸡蛋，搁一个叫小巨蛋。小个巨，小就小啊，小蛋就小蛋，为什么又小巨蛋？所以讲，小粒的大粒卵。嘿啊，就粘的是大粒的，大粒的大粒卵啊，大的大粒卵啊，小的小粒卵啊。有啊，这是
中国的北京的问题啦吼，咱卖个介绍。无啦，我你讲讲咧，我听听咧，安尼安尼，我台湾那边嘛，台湾内底吼，这个巨蛋这个代志，台湾内底要翻译吼，你要为转一转为中文来个翻译个台湾话吼，有一挂话吼，无遐容易，无遐容易。咱譬如讲吼，台北的这个捷运啦，MRT 吼，这捷运，现在就翻。咱就讲只叫字念，讲接运。哦，接运也好，接运也好，你嘛听无是啥呢？唔知啥，接运好运歹运，啊，接西运。嘿，接无，嘿，接运，接运，你咪啊。对啊，啊，你什么运？哈，结束啊，结束难逃的运输啊。迄个咱咧台语的这个文化吼，无多。融合落去，我就融合落去，我就连接啦，互你想袂到的安尼啦。所以这个代志点话，你要翻译就真歹翻译，吼。而真歹翻译，我就讲，其实我讲家己有一个弄，吼。弄。台北嘛，几来间嘞？你敢不知？我唔知。台北几来间弄？总统府啊。总统府嘛弄。总统府顶块是厝顶无圆的。嘿，对。迄圆的迄个厝在弄，你遐一问里底。因为你这样倒嘛出来啊，就是迄个叫做弄嘛，哎，圆圆的，啊，所以即马即个叫做延长吼，延长就是即个讲叫做马桶盖吼，这唔是弄嘛，伊都扁啊，那弄，伊都无圆啊，圆之后就弄嘛，无圆就唔是弄吼，啊，这圆弄，啊，即马就是讲咱讲台湾，以台湾的角度来讲吼，台湾的厝顶的表现吼，咱之前有讲过啊，哦，两片的，两片啊，两片啊，即上多水，或者上多水，哦，啊三片的，哦，或者三多水，哦，啊四片的，水四片的，四片厝顶的四片，即四水，四水，啊圆的都无啦，台湾的传统建筑都是无这个圆的啦，吼，啊这个圆的，那看里底是写讲这。圆顶了，圆顶，那圆柱顶了，对啦。啊，个东西啊，一只圆柱顶嘛是袂直接啦，吼。我讲吼，无简单，你讲亚球场就好嘛。啊，你亚球场啊，就一定来讲讲鸡蛋，啊就笨蛋，啊坏蛋。吼，你讲你亚球场就好嘛，大意你个亚球场，但是爱独立出来。台语唔是讲你一定爱北京伊迄句话才读得出来，哦，台语有一挂，像北京讲，北京本身嘛有哦，嘛有迄个真歹翻译个哦，譬如讲，有一款鸟啊，就七官，七官有，七官，啊，七官鸟啊，七官，啊，讲话啊，七官，七官鸟，北京讲七官啊，迄款鸟啊，或者七官嘛。唔是啊，唔是吧？迄款鸟啊，原来吼就一公啊。一公。啊，中文伊个叫做七官啊。啊，七官嘛唔知啊，啊七品官啊。七官，啊就七官，七官鸟就七官鸟啊，吼。就是安尼，迄就是讲，你要甲翻译真歹翻的时阵，伊就直直将个发音就对啦。将发音来做啦，吼。啊，咱再讲这个，啊个有即个讲，吼，中国真正就是讲，再讲这个，咱常常看到迄个学术研究的迄个一系列哈，一系列，一系列，一系列，什么叫一系列呢？一系列嘛是外来语嘛，嘛是。对啊，迄个系列，就是外来语啊。哎，唔是翻译个哦，哎，发音咩哦？哎，发音咩啊？外来语叫 series。series，series，series 一系列啊。是英语嘛是？对，英文啊。英文。那是英文啊，直接嘛是无翻译啊。啊，还有个贝壳，贝壳，跟你发现的贝壳哈，贝壳，贝壳哈，就是我无赞同你的，你的意思，我用各种的语言也好，动作也好哈，啊来甲你，甲你强调安尼。啊，这贝壳，你若唔知，你讲什么是贝壳？贝壳，贝壳嘛无法度甲迄个北京伊咧讲的抵抗，互相抵抗的迄个意思连接，无法度。但是贝壳就是英文啊。英文的直接发音嘛 ，boycott， 伊嘛是无翻译啊，啊，中文有一个翻译咪足古怪啦，譬如讲面包啦，面包，面包，面包包包遐，
包啊。咱讲胖嘛，吼，咱台语讲胖。哎，面包、面包、面包包遐包啊。内底有包红豆啊，啊嘛。嘿啦，这面包。咱你讲面包就是讲迄个胖，讲不利的。嘿。哦。讲讲不利的，一片一片遐啊。嗯嗯。啊，一片一片无包，那无包啊，面做无包，中国讲我做馒头啊。嗯，对啊，我这米包嘛，做古玩嘛，吼，啊，你对讲米包，嗯，啊，米包了无包咩包，嗯，啊，无包遐啊，嗯，啊，这伊都无鸭嘛，吼，嗯，哦，啊，就算即块了吼，啊，有一个人咧讲叫做台北市场这个科比啊，嗯，讲科比是有这个阿斯巴格，阿斯伯格，亚斯伯格，亚斯伯格，亚斯伯格症候群，哈。哎，阿斯伯格没在用。嗯。阿斯伯格就是叫做阿斯伯格。阿斯伯格。阿斯伯格这个医生，这个研究者，嗯，发现的，也是一种病症。讲这个人是。哈。啊，就叫伊。太过聪明，太过聪明。专用伊个名，改好。哦。改用伊个名改好，叫阿斯伯格。嗯。阿斯伯格，所以这款镜头你无无得发热啊。嘿。无得发热，佫安尼肺癌啦。嗯，哦，啊啊，这就砍杀了，啊啊啊，这或者胃疼了，下面好，无多去反应，哦，无多反应的时候，伊就叫阿斯巴格症，安尼讲嘛，嗯嗯，所以亲像安尼的时阵哦，这个叫做鸡蛋哈，那无多反应，嗯，你要不你就观察个个动物就好嘛，动，哦，动，哦，这样讲是动。嘛，免大，免小，弄就是大啦。弄就好啊啦，去弄就好啦。哦，啊，若要大，但伊爱加一个经啦，大经弄。哦，大经弄，中经弄，细经弄，细经弄，唔是迄落小的大粒卵，啊，大的细粒卵。啊，安尼较有下，较有下，这个台语的这个。即逻辑啊，即个讲话逻辑，你听较有就对啦。啊，安尼都明明都无法度翻译，你硬要搞翻译，就真清楚啊，听无啊。啊，我感觉讲咱迄落节目喏，感觉讲用电车安尼足自然的，你有感觉坐电车？对啦。啊，安尼足好记的嘛，都坐电车。对啊，那个电车就好啊。系啊，咱迄拢用电脑在。但是电车就是甲古早迄落是地面咧走的，所以。嘿，我知影啦，我知。起码有迄电车是。嘿。一个，所以是讲伊中国话讲叫做捷运啊。啊，捷运伊嘛是为翻译过来。啊，所以我是赞成讲。伊讲捷运是讲伊很快捷的运输。对啦，对，没有错啦，无唔对啦。所以我是用这个角度来讲，嗯，这个鸡蛋哈，嗯，那要是伫个捷运内底要介绍哈，嗯。大可不必去，你要翻译安怎翻译？就无你个讲叫做鸡蛋啦。嗯。哦，把那鸡蛋，咱才讲捷运当作外来语。嗯。哦，你个台湾嘛讲啊啊，迄只个鸡蛋啦。嗯。啊，你会使个讲啊？啊，你若听唔对，听讲迄鸡卵去就食啦啦，鸡卵就大了。鸡卵个讲破。鸡卵就大了。大啊，个大个细粒卵个，我就感觉小个小个大粒。是啊，这一面叫这个语言来讲，一面叫新的吼。嗯嗯。好啊，啊，咱今日要搁继续讲无？啊，安尼就好。好啊，安尼就好。好啦，吼，咱今到这做一阶段就结束吼。啊，咱后礼拜拜五，咱搁继续搁游玩车。啊，咱吴冠老师搁倒转来，咱来讲哦。啊，这边是先讲科比的迄落，互人互视频较发展的代志啦。啊，那后礼拜搁赶快倒来台语文字化啦，吼。好，安尼，咱今到这就好。